刚才这个路太难走了，然后呢，我的这个身份证呢放在了兜里，不小心掉落在地上，而且在那路上知道呱啦乱响，就没有听见。然后有一个游客把我的这个身份证给捡到了，捡到之后呢，他交到了游客中心。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如果这个游客能看见，我在这表示万分的感谢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，谢谢啊。现在真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这个风气越来越好点个赞。我这个身份证里，这个小包里头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身份证，然后呢有100块钱，就是平时就是买票什么用的。哎，太感谢了啊。我就拿身份证这会儿功夫，这水已经上来了，已经过不去了。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你哪儿找的？啊？你哪儿找的身份证？有人放在游客中心了。现在好人真多。啊，这个电话这个上哪儿去？啊，我这谁捡没用，哪用啊？啊。哎，这现在有船过来吗？我换。啊。上哪儿？上山呢？上山过去。啊，上山那个。啊。谁捡的？还用？嗯。看看这个水，就正好也把这个水拍淹天桥了，也拍上了。哎呦，这多危险啊！